卡琳娜过往曾经在直播中说到，人生目标之一是想要看到极光。而在不久后的视讯签售，有粉丝特别到了北极圈，为了让卡琳娜可以在视讯中看见北极风光，让卡琳娜感动不已，睁大眼睛捂住嘴，还随着粉丝的镜头歪着头观赏画面，十分投入的模样让麦也都跟着被感动。这段视讯签售在网上流传，让网友们都感叹粉丝的这份心意真的非常感人。虽然极光不是每天都有，也需要老天的帮忙，但这位粉丝为了让偶像圆梦，直接跑到北极圈，完全是真爱粉太狂了。